拜拜用的贡品有山珍海味，山珍是姜，海味是盐，姜、姜母、姜母，还有盐巴，白色的那一对，长生果，花生米、长生果，还有甜的糖，还有灯来，是酒啊还是？还有敬酒哈，还有五杯，他拜的那是素果鲜花，素果鲜花。今天诵经团呢、啊，诵经团要来先做练习，用武功天恩堂诵经团。在这个法会之前，知府法会是农历十五日哦，下元节。下元节就像东山田尾那个天圣湖有供奉的护戒圣地，那个就是大禹治水那个大禹地，水官大帝，贪官大帝的水官大帝。农历10月15圣诞嘛，晚上8点了，点榜文了。8点还有胡乱呢，哦，这个月10月15号柳营也有活动呢，哦，柳营啊点，王传教点了，到隔天16号，16号晚上还有活动呢，然后到17号凌晨2点左右烧王船。而是要恭送代天巡狩，代替玉皇大帝来到人间，代替玉皇上帝来到人间巡视、巡查善恶的，就地烧王船啊！在古代的清朝时代，是福建泉州赴美宫，富有的富，美丽的美，福建泉州赴美宫那边也放王船，可能的就。经台湾海峡流到北门南昆生了，后来造成台湾很多的王爷庙，南昆生的王爷总庙啊，还有呢，以前台南县北门乡南昆生五虎千岁五王庙，就是全台湾的王爷总庙。